双方 BO7 的第四局比赛，我看好。自己的回忆天上我什么样的颜色？要看他们这局自己到底是。看 CS 关键先生牛魔一个点活物，直接跟上要杀这边的一个一根一根秒换过甲换了出来，花海在侧面，正面的话活物一个皮鞭带走了这边的一根一根倒了双下翻滚两下，直接翻出了坦然的控制范围。坦然这边开出去摸之路往回拉，手里还有闪现，轻松可能要倒。轻松有个过甲，过甲站出来，花海出来了，花海出来了，出来有没有一三连招？一二连续直接打这边的一针，好不好？打这边的梦兰，梦兰倒了，花海再次冲过去杀掉了马超，马超也倒了，花海再续，花海又杀掉了这边的萌萌，萌萌过甲站起来，再续牛魔一个顶，花海还能打吗？能打，但是回头要守基地，基地把甲给清掉了。基地守不住了，孙膑和一心没有守住超级兵。GK 看到一点，总决赛该有的样子，这才是有没有判判点？对他们有三高的一个。哎，你们，我靠，比赛已经砸这个位置秒了。看一下，所以鲨鱼也没有切到，算一下这边还在守住。国武这边的话是去切了一个个萌亚，萌亚已经死了。已经赢了。那这波的话 ，GK 只需要往前打一波压界，这边再杀一个青龙，青龙破掉倒地，梦兰状态很差，被打出复活花海，一个是什么手撕？完了，大家在哇，我靠，花海，加呢？加手，花海还在炫，被牛魔拍起来，这个位置，赶紧走，不追了，线太差了，加守不住了，哇，加被偷了。他守不住了，我哥们，拿下了一局，我去！这 GK 的超级兵直接把家拆了，一个孙膑加一个，一心守不住啊 ！GK 确实打不了。对他们有三高的，对，直接二闪顶进去，一技能再拍一下，没了。哇！胡子虎再守一个四贴身，马超直接跟上一枪，现在就一个，蓝在往后跑了，梦兰一个闪现拉扯出去，无所谓。贴身，八海和直接跟上一下，弹开出了，八海血魔。顶住了，这边青龙被打出了被动，复活甲也被打出来。但是花海跟在这边进二技能，直接打的，加，然后就输了。再追击，又是一个两段一。这怎么投啊？我给一个大招拍一下，我操！我操！这个超级兵为什么不吹人啊？人在那兵线上挡着，为什么不吹人啊？我操，太刺激了！等下面那上下两条轮次的打，一砸，看一下那火焰明道，有复活甲的是有机会，火舞明道复活甲，两个人没死，还是被墙灭了，这边等待，提升牛逼啊，死了一个，清风要倒，清风倒了一个，塔兰没死，青龙确认复活甲，落线，进线，走啊走啊，梦兰走啊，青龙有复活甲没死，哎，再翻到了，这是谁被秒了？花海站出来了，花海接风了，反一波了，我操，花海站出来了。中路反一波，花海还能打，花海有明刀吗？有明刀，复活甲明刀站出来，还有明刀，还有吗？还能打，留下小皮剑了，还能一波，哎，皮剑超水晶了，超级龙，复活甲开，超级龙，我靠，超级兵站出来了，超级兵永远，超级兵永远站在GK 身边，有孙膑跟一心都没守住，两那个超级兵锤水晶，花海反应过来了，想回家的来不及了。对他们有三高的，有对闪顶，哦哟，闪踢蒙亚，蒙亚换复活甲，但是秒躺啊！明刀被切了，香香这个位置自己还活下来，三路背线压力太大了，有点管不住线了。马超捅，有个复活甲，一心站起来，香香还在回血，香香被打掉复活甲，花海要扑香香，有个明刀大招直接咬死香香，哇，再咬死马超。哇，花海大招击飞，花海还能咬吗？家没了，家要没了，哎，家要没了，家要没了，我靠，家没了，直接开可以秒掉蓝，这波进场没机会，火舞再踢马超，再打连坡，赢了，赢了。什么？
哦，超级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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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级兵。花海又在炫，一个炫，又在炫，他不把他杀了，他还要再打阿古多，我的天哪！还在炫，他还在炫，他又波甲，但是看家，他看家，他还在炫，他还在炫。再看家，家上不住了，老婆恭喜击开。哇，真的的，这才是总决赛嘛，兄弟们！直接开，怎么说被秒了射手？另外一边，射手被秒了以后，竟然又被秒了一次，可以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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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赢了，应该是赢了。花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海之歌，海之歌，我操，我操，花海，花海，他还有名刀，等一下，加加加加加加加，哦，哦，这他妈才叫比赛嘛，真的是。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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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有副，有副，有副。他加一门，他加好像被射屏屏踩了。我来救你们。他加什么？他能掉复活，他能掉复活。你等一等，你们可以走，你直接跑，你直接跑。我来吧，打，我来吧，打。他加好像被超级兵兵。我来吧，超级兵，超级兵，滚，超级兵，滚，牛逼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终于赢一把了。没事，兄弟们，下一把。别急。哦。一个超级兵把青龙和子阳打烂开了。两个 FMVP 怎么样？一样打不过超级兵。一个超级兵把子阳打成了残血，子阳扛不住了，青龙扛，一拳把青龙被动打出来，两拳把青龙打死了。强如 FMVP 一样打不过超级兵，这超级兵太猛了，一个超级兵锤两个，我靠，我看着那个超级兵锤，太夸张了。